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汗外传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超爆三国志。好，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最多的礼包嘛，将近40组的序号，隐藏版的福利跟着旭哥最爽的领起来，还有这个游戏啊1000多抽啊，那可以免费拿到 T 零神角，像是许褚这些 T 零神角都可以免费入手，真的超爽的。直接拿这个 T 零神角开局，多支 T 零神角可以免费入手，还有像是关羽啊各种好用的神角都可以开局免费拿。像旭哥已经拿到很多支五星啊，都是免费的。好，那最爽的福利呢，最爽的攻略呢，都在这一集。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续保需要独家。好，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的人头，点进来之后呢，我们点画面的下方有一个设置，设置点进来之后呢，在画面的右边啊有一个礼包兑换，在中间右边这边。点进来，在画面中间就会输入礼包码了。那我们就输入这个 GOLD98797Q， GOLD98797Q，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VIP， 然后555，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入这个 VIP， 然后666，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着 VIP， 然后777，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着 VIP， 然后888，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着 VIP， 然后999，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输入这个 GY666， 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着 GY， 然后777，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 GY， 然后999，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那输这个 HH， 然后666，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这 HH， 然后777，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这个 HH， 然后888，按兑换。哦 ，HH 999，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输入 DL 666，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这个 DL， 然后777，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输这个 DL， 然后999。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接下来输这 LY， 然后666，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结束这个 LY， 然后777，按兑换显示兑换成功了。接下来输这 LY， 然后999，按兑换一样领取。好，那接下来输这个 SVIP。然后666，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那输入这个 SVIP， 然后777，按兑换显示兑换成功了。输入这个 SVIP， 然后888，按兑换显示兑换成功了。输入这 SVIP， 然后999，按兑换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接下来输这个 BOOM 8888，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那输这个 GIFT 333，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接下来输这个 HAPPY 666，按兑换。接下来输入这个台组。GROUP 77，按兑换。接下来输 RUBY 666，按兑换。接下来呢，输 AE 55，按兑换。
好，那接下来输入 VIP 1314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HALF 30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接下来输入这个 READY1按兑换，就显示兑换成功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到这个画面的下方啊，把所有福利都领起来啊。这边哦，超多的元宝啊，金锭哦，元宝，然后铜钱超多，突破石、降印石啊，铜钱、突破石、降印石这些东西，铜钱超多啊，元宝、金锭，没有超爽的福利。都是免费的，还有武将经验值啊、战书，然后这个寻访令拿来抽角色的，来信一样，有这个奖励，元宝啊、铜钱，那事前登录奖励这边也很多东西，都是转蛋券啊，这些都可以免费拿到很多资源。然后最爽的福利呢，就跟着旭哥领起来了。好，那开局呢就可以领到很多奖励啦，包含可以领到这个神角啊、关羽，还有大乔啊，有没有免费拿大乔，超爽，五星大乔入手。那第七天还有这个蜀国的神角暴力战神关羽，披灵神角可以免费拿、啊、很多福利，然后这个很多碎片零元的记得都领一下，豪华奖励超多。那福利这边就是签到也会有元宝啊，这些东西还可以兑换这些奖励。那比较重要是右下角右上角一个签抽，这边可以直接抽1000抽啊，这样我们的转蛋1020抽有没有？就开局就可以拿到好多角色啊，这个也是一样，可以直接抽。有没有？哦，直接拿张飞，好啊，爽啊！这边可以抽1000多抽，加上我们的拿到转蛋券，应该至少可以抽个1200抽左右。哦，许褚哎，许褚也是这个游戏呢官方认证啊最强的神角。那目前还有一个机甲吕布嘛，所以都是可以免费入手的，爽哦。然后特权这边看一下。免费的就用一下吧，奖励领一下，然后这边有一些福利可以领，之后就可以来领这个许褚了。官方认证最强的神角啊，许褚，可以坦可以输出，好用。布阵啊，先把那个角色开起来，有没有？看到6只角色哦，爽啊！妹子啊，优先养啊，爽啊！好香啊，大乔啊！张飞养一下。好啊，开局战役就暴增啊，瞬间暴增了10万，就是这么爽，最完美开局啊。那可以拿到 TD 神角啊这些东西，那一样下面有这个奖励征战进度啊，这些很多福利都按一键领取就可以了。有大量的元宝有没有？一键领取它就会可以领到所有的奖励哦，那元宝超多。旭哥现在已经有好几万的元宝了，你看右上角那边。这边有这个降印石啊，一样都按一键领取就可以领到了，超爽。好，真的就是这么爽啊，玩起来。好，这个就是最完美开局啦，直接拿很多只五星神角，免费拿，再加1000多抽啊，超爽。
上角呢，身心还可以获得红色的神装啊，这个福利呢非常的多。那今天攻略呢就分享给大家了，这个最爽的开局福利，最完美开局，最爽的攻略，最多的礼包码都在旭哥的频道。好，记得订阅频道，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